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要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元阳的访客光，君王的宠仆超级 extra。我用的是火队，基本上有考虑要不要用双提尔，可是考虑到回复力啊，回复力比较弱的关系，所以就没用双提尔。因为妲己一来他可以帮你叠珠，二来他又可以，哇靠，全部 K 掉了。后来又回复力也蛮高的，所以我才会用这样的搭配。其实很多纯色队都蛮喜欢跟妲己配的，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这样。哇，出这一队这样，还有我都没办法出CD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因为下一关的话，我可能会利用一灯，那攻击力还有6000多而已。哦，CD死了，这漂亮。记得现在限速2秒。哦，好快，一下就没了。两combo。好像要天降，反正球大了。好，尽快解决啊！哦，可怕！左边那只处理掉的话，秒速回来就很好处理了。木珠留着，因为我要转性补血。哦，被吹一下，补一下吧。啊，没心，两回合，这个有一点点小危险。这一回合来，不是这一回合，这一关啊，这一关来出CD啊。要靠小兵，你要靠机理，可是这一关是一定会出的。因为我要储CD，所以技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。差不多了，这时候可以边打边补，没关系。消到了，然后没有火珠，有没有？
消到火柱，然后没有消到光暗，是怎样轮流来就对了。我已经除满了，可以不用了，谢谢。缺光。没消到吗？刚按没消到的。哦，第四关还 OK， 第四关就闪过去就好。这一直打很痛，而他会帮你转火，但是我们说真的不需要了。你让他转火，你可能都要让他转到死掉了。目前还算顺利，没有太大的意外。来一只光，好，对，我要这一只啊，这只可以帮忙绿珠。好，那只火的一定要先打掉啊，打人太痛，再来是换这一只。两只一起打 ，OK 啊，我们的皮还蛮厚的。那我现在就边打边绿就对了。哇，像这个人啊，一大堆炸猪，我到下一关去就直接跟大家说下一场。然后这一关，因为我妲己是满祭的，然后这个阿基里斯祭十七，所以我打算用妲己爆发就好了。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个应该没问题。那血大概八十几万，那个八十九万多，没有爆发应该是有点难，因为我一出来就直接就是骷髅头了。哇，球大，还没死哎、欸！
放还不行哦。好，我这是第18的，早知道刚刚机理是先开，就这一关把技能全部放掉了。哇，差一点点，哇，应该可以多一combo，都会死就没差了，哈。然后靠这关除 CD 吧，这关我们先把攻击珠弄掉。哦，一样，我惯用的绿珠方式，做一吸。你的 combo 要少，一次把攻击珠全部消掉，这样。不然你可能没办法除珠啊！我靠，不是可能，我看是肯定吧？不给我新珠欸。可怜我了！不要掉火，不要掉火！哇，这个九康婆最怕就掉火。还是中火，关键觉得他血好像不是很多呢哦。这样仔细捶一下，感觉他好软哦。哎呦喂，是杵不杵得到啊？还有11回合，我才几回合，7回合他血就已经三分之一了。哦，这控制血量真的要很。以前是控制珠子啊，现在是要控制血量。哦，我看我的人体极限都被逼出来了。哇，那一 combo 不见了，太好了，剩下三颗星珠，我不尽全力打还不行。哇，可怕的血越来越少了，这才是问题。又差要跳起来了，6回合，大家猜看看可不可以撑到那时候？要转吗？6回合要转吗？啊，转了。哦，漂亮，这台面不错。哇，这个是超惊险的玩法。好，两只跳起来了，这个希望之光已经有点渐渐出现了。3回合。保佑他不要死。目前台面上，哎呦呀，我消到火柱了！哎呦，停了停了停了！哎呦，哦，这个刺激了！我靠，看一下，2回合。
哇靠，这个刺激耶，这个玩法应该是没有人这样玩吧。不要补血，不要补血，哎呀，补到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的绝地逢生应该还是有它的效益存在的。我决定还是用一波爆发。哇靠，这杂数会不会太多了？刚没有先看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哇靠，这个我好像弄太多杂猪了。二四五六七九十四。我思考一下，不好意思各位，这个地方一波要送走了，要小心一点。玩就是稳定性的玩法，用三三牌就好，不要用叠出的，那些风险太大了。决定了三牌，不错，3牌还有那么多。哦耶 ，KO，KK。宝箱，好了，以上很危险的打法的示范，给大家参考，谢谢大家观赏，拜拜。